台湾行人地域不但没有因为政府重罚而有所改善，反而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有民众目击在一处路口明明斑马线上有行人正在通过，但两台至小客车却直接切西瓜切到逆向车道，避开所谓停让行人要距离三个整目的规定，令人傻眼。网友将画面上传到脸书社团翻转台湾交通违规交流平台，惊呼太夸张了。